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7名的练习生，在位置测评中的任务，他选择了 vocal 位置。他凭借出色的唱功，拿到了 vocal 位置的最高分。刘晓俊还是文俊？文俊吧，不知道。他一共获得来自全民制作人投出的220万7760票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来自乐华娱乐的毕文君练习生。恭喜，希望继续努力。别想了，不可能，我就想跟那35。昨天在写日记的时候，然后还在想，因为就是从我知道最开始一直到现在，然后自己的排名是一路在往下滑。原本的话在纠结自己能不能继续再上来这个舞台，所以没有想过上来之后会说什么，所以现在真的不知道说什么，就是感谢。